就那个拿游戏就那个张老师的鼻子说去那个消防这一块儿，他看着都很近视，老师说哪儿都鼻子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边儿的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他，你看我这儿到这儿他那说油慢他们说，他看他哎他说你得走着透，不是光脚呀，你不敢不是光，他没有掉，他说你得这光脚软滑了以后一透就给透出来，那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我可我说我们可能就是而且人家没考太错你寻思怎么那么大一个费，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，对，这最少的五六年以上嘛，哦，你看时间短了形成不这样，那家伙儿这儿油慢那是好什么呢，这儿的功夫你压遍下耳听，我跟你讲又一块，嗯，哦，吃一块，这又一块，哦，这还是，又加油了，你背门儿了，他不得得背呢，也听见有呢，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就，装修了，对，我装修了，先套好了吧，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呢，是哈，你，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就整好了，刚拾到这桌的，嗯，行，你要没处坐你就在车上坐会儿，行行，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，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，行，等拾到这桌儿好啊，三四一会儿再来，一会儿就是不在这儿有啥事，劝着耳朵，怎么劝耳朵多少有毛病，有的做的保养，耳朵不做保养，嗯，医院就麻烦，得挂号闹钱儿的，嗯，在医院能给我掏出病来，掏着舒服，这边肾都不敢给我捅，那个东西给你洗还疼还害怕，咋的了？不疼是吧？哎，我喝。越冒越倒烂，水管子还破了。哦，这应该你哥都看这了人，到时候该有马没马是吧？对。哦。你不说，大家知道你儿子有东西。你瞅瞅点。啊，我都不容嘛。嗯。淘淘就是没东西，淘淘也清醒点。跑一块多少钱呢？嗯，连淘带洗是60，你这可能就是70，咱们再70是150，你这人就跟外边有价那表还在这儿，我刚接下来，你这一个赶上一下也是不忙，你就给我整一个去。老乡。哦，就是。对。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。嗯，咱主要是忙，主要是好能日静，有的你看这计时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他能不动？能不动？哎呀，太麻烦，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对。赶上有的那来了，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。你我给你掏不疼是吧，大爷？不疼。有的人嘘嘘说话，他给你打歪歪。嗯嗯嗯。这边小小点儿，扭了往一碰到碰。嗯，不疼。那边俩手攥着吧，看你攥着拳头了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你不用管它。嗯。这个做结石一次性。啊。嗯，做出来就完，你甭管它就行。嗯。我给你上这药，你不能掏。洗头洗澡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，这堵嘛，就咬字儿呗，咬字袋儿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，哦，堵上它，别让它进东西就行。哦，你这里边有药吗？有，拖着都空的，叫两声儿吧。哎，两声儿。是轻松的，嗯，哎呀，肯定是轻松的，多那么两大摊东西哈。
这是写大人似的，对，是吧？嗯，他不搞脑耳朵挠的，不是不是，不搞尖端吗？尖端耳朵，你想这写个东西，这整段得读多少字才能？是一个红色的腰包啊。